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睇《人生胜利组》，我系你哋嘅小编 K。有一啲创意嘅产品咧，真系令人哋惊讶，究竟系咪存在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呢？以下有30件创意产品，唔单止可以令到你大笑，而且大部分都相当实用。一，婴儿车同埋滑板车二合为一。二，领胎水樽。三，令色狼对你顿失兴趣的防色狼脚毛袜子。四，冰崩门。五，设有护目镜的扇子。六，婴儿拖把。七，拥抱我枕头。八，咖啡杯烫豆。九，瞬间腹肌制造器。十，防盗午餐袋。十一，随时话俾你知你腰围系几多嘅腰带。十二，唔使浪费面包碎嘅喂料器。十三，足球椅。十四，针织帽嘅胡子。十五，活动自如的睡袋。十六，鸭嘴型九只护嘴套。十七，狗扇子。十八，鸵鸟枕。十九，真正的自行车。二十，披萨剪刀。二十一，木匙跟鼓棍二合一。二十二，水枪雨伞。二十三，笔盖食具。二十四，角落相框。二十五，婴儿浴帽。二十六，钢琴门铃。二十七，全身扇。二十八，淋浴麦克风。二十九，毛黄我小孩莲子手套。三十， LED 拖鞋。唔知大家睇完呢一啲创意嘅产品有啲咩感觉呢？不妨喺下方留言，话俾我哋听你嘅睇法啊！